是和长江源头市的人，我们感到挺骄傲的。 我们在这里生存了40多年，迄今为止还是喝的是对人体有害的这些水。 随地乱丢的话，就把这个水道给污染了。这是一个垃圾站，不愿意在这个垃圾场多待1秒钟。对我们志愿者说，你们做这些是有用吗？你们又不是政府，你们所做的这样一些东西事情都是微不足道的。 这么表面上，那这个土的话，他们那么浅，这个位置。第一是不让我们建这个房子，第二是要我们给他钱，他去迁移。珍珠长江头，我住长江尾，与珍共饮长江水嘛。你们这源头上面水都是那个垃圾，全部往河里边倒，往河边倒都污染成这个样子了。那我们下面的人怎么办？住那个长江边上的人怎么办？是。我也不知道，我就知道这是一个保护站。 志愿者就来到了斑头雁的繁殖地，不过地方实在太大，他们尝试着用垃圾换食品的方式，让污染远离我们的母亲河。雪豹是濒临灭绝的珍稀保护动物，在这个世界上哪儿的？它这个是沱沱河长江源头保护区拿过来的。